我要发言了。好，这是什么？风到了这里就是黏，黏住过客的思念。这什么鬼啊？啊？准确率还只有76是怎样？哎，我发出来吗？关下一步啊。他说准确率要达80%、欸、哦，你要讲话达80%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他没哎、欸、他有准确率哎、欸嗯。有了。欸，好扯哦！不要偷听。有一条，好笑。欸，这样就好了。嗯。继续认证。这什么？一个是世界品吧，我猜。这太难讲了吧？好，换一个。我把我的青春给你，不是因为想换取和你的婚礼，太难了吧？换一个。你给的太多，现在我才懂，只有烟和酒的陪伴，这也太难了吧？换一个。哦，怎么没有简单啊？这个。明明是想靠近，却孤独到黎明。92%，好，发送。我到底有没有发出去啊？有啊，我看到世界屏有了。快点去按赞啊！可以跳。哦，好多人按赞哦！不要杀怕的兵吧。他说要超过十个人才可以。应该有吧、欸？居然有人给我按反对，我声音是有多粗？够一条、啊，还少一个，应该帮你按吧？还少一个。哎、欸，有了。到底是哪个神经病给我按反对啊？妈的！欸，我有认证了吗？我是小姐姐了吗？从真的假的？要怎么看啊？上面应该有标志吧？高高姐了，我可是小姐姐哦。我干嘛装逼？哎、欸，我是小姐姐。小姐姐成功了。